手以及电视机面前的观众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啊！咱今一集啊给大家报告啊，告这个啊，时心时心啊，这一段。 里面因五欲大师的要解啊，弥陀要解，里面有安尼一段话一声阿弥陀佛，即本师释迦，以我作恶世所得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 以此高觉全体，受益诸恶众生，乃诸佛所行境界，为佛以佛令救真，非九界自力所能信解也。啊，那么这是引用我一大师在《密陀经要解》啊的一段话啊，这就是说明啊。 简单的说明，这个法门难信难解。为什么难信难解？是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安怎成佛的？弘一大师讲这个秘密，很难讲穿。释迦牟尼佛安怎成佛？连阿弥陀佛成佛的，这为得多为。位 在《弥陀经》里头，但达刚念《弥陀经》无发现，啊，念了过若十年，但无发现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，真的，一点嘛都不是假。啊，大圣高来头，和甲咱讲了一个原理、原则：一切法从心上生。 啊！那这一切法是安怎来？为倒来为咱个个心想出来啊。啊，想佛就想佛啊！咱达刚想阿弥陀佛，安、啊、尼你决定想佛；你达刚想观音菩萨啊，你就想观音菩萨。啊、观音菩萨毋、啊、是一个人，阿弥陀佛也毋是一个人。 是一定要怎样？观音弥陀有无量无边心，你念伊，甲伊融为一体，助他不离。中方禅师在黑《黑莲法书》内面讲：，诸行弥陀唯心净土，念这个名号是诸行的德号。 观音菩萨也是自性诶德号，一个从高相建立诶，一个从因相建立诶。佛号是从高相讲诶，菩萨号是从因相讲诶，体拢是自性，无离开自性。即句话真重要，释迦牟尼佛安那成佛？ 这是佛在经上自己讲出来的，以所得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啊，即句话拢是梵语，翻成中文的意思，啊，可以翻无上正定正觉，啊翻作无，啊，即、这个阿弥陀佛的啊啊，爱翻作母，耨多罗翻作上。 无相三翻作静啊，翻成中文意思，是静妙翻作定平定的定啊，后面有个一个三啊，著、就是个一个静菩提翻作杠啊，所以呢，完全翻成中文意思，著、就是无相静定静杠。政政政 啊，能翻啊，会使翻译毋是未使翻。啊，那么即句为什么无翻作中文？啊，这里、个、在翻译经典啊，有五种不翻呐、啊，啊，有五种。那么即种是属于尊重不翻。啊，那么像旧日啊。 伊无翻译啊，因为旧语啊含多义不翻啊，意思真多啊。那么咱中文啊，提无迄个字文理言辞啊，来代表啊，你干若安尼翻啦，迄意思无完整啊，所以伊就无翻啊。那,啊那么刚经的时阵啊，则来解释。 啊！看了，讲都一方面啦、啊，该说都一方便。因为艺术真多呀、啊！啊，在中文内面啊，无迄个适当的名词来甲代替啊。啊，那么这都含多一不分。那么这里五妙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是可以换。啊，但是啦、啊，尊重一原文。啊，这叫做尊重不换呐、啊。在宪法内面，你所修学的。 啊、最后的支票是虾米？就是这句话。我这句话讲，大成所求的是这个，不是八行，无相正定正觉是自性毋不是八行物件，抑著是讲回归自性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自性内头本有的啊，得到迄就回归了。 啊，在宋上讲，啊，在思想顶面讲，净土中讲四土，啊，四土内面的上一光净土，都是即、这个，都、就是咱的自性，咱的本性。啊，一个上一光相应，上一光内面无物质现象，也无精神的现象。啊，一存在，一无消灭。 慧能大师开悟时候讲的五句，就是上一讲啊，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，人生万法。啊，本来生万法的，有一个一念不觉，万法就出现了。 一点不敢叫武术不明啊！最爱记，我讲得真清楚、真明白。不术啊，术都是开始啊。那这一点不搞是为的？什么时钟开始？我我开始叫做武术啊？为什么有一点不敢啊？为什么诶一点不敢？无理由。 啊，不可思议，都无代志啊！啊，你啊，莫去甲想，啊，莫去用言语去议论，都无代志。啊，如果你若要去追究，啊，一连不讲，啊，为什会一连不讲？啊，你马上就对咯。啊，你看，你有分别咯，有接著咯。啊，立刻将最悬诶。 即个佛，我六个六道轮回落来啊，所以福因的这个名词好无数啊，你都迈去追求啊嘛啊，这大乘经典啊，一直甲你讲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啊！你看咱念弥陀经，念念几句的不可思议，念几遍啊，凡是大乘经拢会讲到这事理。 里就世就是、语语啊，即些哩都是个咧，个咧讲有宙人生事实的真相，都、啊、是不可思议。啊，汝卖去思维，卖去想，啊，汝也卖用言语去议论，啊，汝也想未到，汝也讲未出来。啊，安尼汝著重点啦。啊，但咱反复著无法度啊，一直甲咱讲不可思议，咱著偏偏啊要思，偏偏啊要疑。啊，思无量劫，疑无量劫，嘛是。 冇得还啊！啊，所以卖堆旧，这是无真的无数啦。啊，但是人反复都冇得多啊！啊，呢、这个呢、这个输衣习惯啦，叫直接叫人卖输衣啊！啊，好亲像真困难啊，但呢个你放喺他，你就明心见性啊。 啊，所以佛即来讲即最经。那么咱一直读了世尊甲弥勒菩萨对话，才小可明白即个事实真相。为什么以武术？你要去研究，因很武术，一、这个、时间啊太短太紧。啊，你个想看咱今嘛都算讲一秒钟，咱、这、即个。 短句短四遍，短四遍一秒钟？短四遍，短句四遍啊！一念是偌侪时间啊？一千两百八十分之一秒啊！你当讲有开始吗？啊，讲，你无一日开始啊，伊想够紧。 啊！咱讲即个开始，迄都毋知偌济念头已经走过啊！啊，所以念头存在的时间太短暂咯。啊！经常上讲一刹啊，啊，著、就是极短的时间啊。短个什么程度呢？啊，功德含糊弄统啊！弥勒菩萨即里讲得清楚啊，一点啊都无含糊。一段句三十二亿八千念。 啊，那么咱断字啊，即、这个即、这个断针头啊，断较紧嘞，有人一秒钟会以断五遍，较慢诶，四遍。啊，那么若阮若断五遍了，变一千六百走一，啊，一千六百走分之一秒。啊，你看迄个速度偌紧，电价呢，会使讲啊，都。 无性别啦，啊，所以就袂当讲伊无性别，你袂付会去讲。所以佛经常讲性别同时呀，啊，同时可以安尼讲法，啊，不生不灭，啊，啊，无生也无灭，啊，即当即个讲法，啊，即个讲法，你若真正八伊个意思，啊，如果真个无性别。 啊，公鸡的不生不灭，啊，起码多余啊，确实有生灭，啊，生灭、啊、速度太紧，啊，你无办法去观察到，啊，你目睭也看未到，你念头也想未到，啊，所以鸡公鸡的生灭是不生不灭，啊，不生不灭来头有生灭，啊，生灭即是不生灭。 啊，不生灭即是生灭。啊！你当个即个事实真相，不清楚、不明白啊。那么咱不清楚、不明白，讲老实话呢，啊，咱即卖咱感觉诶，清楚明白啊，听到佛跟弥勒菩萨对话安尼讲啊，咱清楚明白了，咱为什么清楚明白啊？咱也是分别执着啊。 啊，咱即马用咱诶分别执着，啊，感觉着啊，咱咱听有啊，咱清楚啊，明白啊。啊，如果无用分别执着了，咱也是悟未清楚，悟未明白。为什么呢？咱都啊不要用真心吗、啊？啊，咱即马用诶也是妄心。啊，妄心著、就是。 不管你安怎麼想怎麼說、安怎讲，都拢是在这個阿难亚的范围内边。啊，这难就是难在家了。啊，实在悟未清楚，阿都卖卖，不再去悟啊！啊，你就老实念阿弥陀佛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就拢清楚了嘛。啊，这是好办法。啊，现在无必要去了解麻烦。 大圣经，恭敬恭敬念一遍，这是功德。啊，念的时阵、啊、念清楚，你要念唔到，啊，心啊，具行恭敬。啊，安尼一直念咯，这是功德。可是你念经当中那起心动念，啊，两百几股哦，这什么意思？ 啊！念百迄句，迄句有个什么意思？啊，福德公善啊，哪念哪去想，那么这种起妄念啊。啊，迄功德啊，全部破坏，功德都无啊。啊，功德无念经，是毋是好处呢？有好处，变成福德啊，福德甲功德无共款。 那么，咱为什么抑爱念念是修定啊？用读经的方法来摄心啊，把所有梦想执着放下啊。读经也卖去妄想，也卖去执着。安、啊、尼，读经都是在修定。八万四千法门，这也是一个法门啦、啊。 问题著是家己会晓抑未晓。啊，读经嘛是修定诶一个法门啊，一个方法啊。念念啊，甲念佛念咒共款啊，啊，甲参禅修机关共款啊。法门真多，这是其中一个方法。啊，但你会向念嘛？啊，若念若当梦想。 这这，这就变成福德，都无功德啊！功德就讲你正正敬敬念，卖刻意去想经的意思啊！你正正敬敬念，你无刻意去想啊，迄、这个意思家己造出来，那是叫误啊！误你就卖过去，去接著起、这个啊，卖过执著啊，继续一直念了啊，拢卖差别。 阿念都是在修殿啊！下面即几句话对净宗讲诶，即就重要。今以此高格全体受益作恶众生，作恶作恶事，家属净空老和尚在初学会诶时候，六十年前。 看到经常讲我做恶事，咱总感觉到世界末日会讲的话，敢那有一点啊过分啊！这个世界虽然作恶啊，作的是讲污染，恶的是讲这个世界人类啊，做恶业的人真多啊！这个地球啊，污染真严重啊！ 做恶业嘅人做啊，思想言论行为拢邪恶，真严重。啊，在六十年前啊，啊，感觉讲即个作恶啊，敢那阿无严重到即个程度。啊，可是今日咱过来看即个经文，啊，佛讲恶作恶事。 一共丢了，一点嘛都不过分。所以今日这个世界上有灾难，天灾人祸，灾难是安怎来？与作恶有关系，作是混作了。啊，这个作啊，就是毒啦，最精毒，真混作。 啊，咱台湾中部就是一条落水溪啊，helmet, ifice, wow. 啊，迄著是真混浊，啊，看未清楚，著叫做混浊啦。啊，那么咱即麦看这社会大众这，特别即个电视台啊、电脑第四台啊，讲的迄言论啊，真正互人听甲乌沙沙，真混浊啊，互咱是非善恶啊，咱都分未清楚。 啊，第个叫作恶、哦、是修恶啊！你看这世间众生起心动念，以恶相应，是先没了。你看他的讲的话，这就是先给道来对照啊！你真明显看出来啊！啊，以恶相应，迄真年大灾难就来了。 啊、咱今日想想，灾咱是毋是真诶啊，有真多人去问家属，啊，家属回答讲应该是真诶。为什么？咱从因果上看，善因感善果，恶因感恶果。首、啊、先看家己诶，相好，相随心转，心地善良，相貌就善良。 心地善良，身体就健康。啊，皮大夫讲得真好。啊，不先热敌兵。啊，以前的报告来宾是安尼讲法。不怜啊，怜是爱,啊爱人啊，爱别人啊。不怜就是讲，因为去关心别人啊，这个、人真自私。 啊，对别人啊，拢无仁慈之心。那、啊、不仁的人啊，容易得肝病啊，不义容易得气病。义德公，这义理，啊，伊拢无啦。啊，咱一般讲，人情义理，伊毋捌，伊无啊，这就容易得气病。 伊这个是有感染，无礼啊，都毋捌礼貌啊，无得接啊，对人啊，失力容易得心脏病，无智著是糊涂，无智慧容易得心病啊，心志心心脏啊幼稚啊。 啊，那么无信用啊，啊，凶凶啊，要去欺骗别人，啊，这个脾胃上容易得病啊。那么这是骗大夫啊，啊，这个中医啊，代陆这个骗大夫，我该见过一一百面。啊，做中医啊，医生啊，那么一讲这个理论啊，要越独立。 嘛，要、啊、安怎样护身体健康啊？使咱这个身体恢复健康啊，就是爱讲我想做到，仁义礼智信啊，这拢做到。我想在佛法讲就是我改啊，不杀生是仁呐、啊。啊，仁慈的人啊，伊袂随便去伤害众生。 啊，袂去伤害别人啊！啊，这是林不偷多是二啊，袂去占人的便宜，袂去骗人，袂去占人啊，袂去讲偷，袂去讲抢啊。那么这么样的便宜啊，那就是偷多。 啊，有迄个心，有迄个行为，啊，这个偷盗盖在五盖内面的真微色，啊，这个盖上真微色，啊，那么简单讲啊，就讲凡心呢，有迄个心态啊，要去占领个班级，啊，要去骗人，那么这款心就叫偷盗心。 有偷渡心，当然啦、啊，都偷渡的行为啦。啊，所以咱卖去这样的便宜啊，宁愿啊，自己吃亏啊。那么不偷渡是义啊，有道义。不下淫是内啊，不下淫就是讲这个男女关系啊，这个不正常的男女关系是下淫。 啊，那么无这个不正常的男女关系呢？那么这都是修内啊，羞一类。不饮酒是的啊，不饮酒就是讲啊，酒啉醉啊，人会失去理智啊。那么你呢？不饮酒，对当波起来呢？理智啊，那么饮酒啊，这是。 或以这个做这个代表啊，欢喜啊，也虽然是个利的，也叫食物饮料啊，拢包括在内啊。譬如讲吸毒啊，迄迄食毒品的人，伊嘛真容易是个利的啊。 啊！你看即马即个呃新闻定咧报啊啊！即、啊這个一寡少年人啊，食迄个摇头丸啊，迄迄迄药啊，食落头壳一日游游游归啊，拢白困啊，这东是一个正常人诶生活啊，迄著适个例子啊。为什么适个例子？伊著食到些无诶物件，啊，迄是有毒诶。 啊，他不饮酒啊，这是一般人啊。啊，认为讲可以啊，但是酒饮伤多会失去理智啊。些毒品啊，啊，咱逐个知影袂使食啊，所以这包含迄个在内，不忘语是信，唔去欺骗人啊，讲话有信用。 啊，那么就是信啊，所以你以内自信，你当讲我改做好啊，你这个内中都无毛病啊。那么多几个地方有病，一定去方面缺点啊，欠缺之个多的啊。我想的是我五种的，五种的。 那么这个五脏电有欠块，这得一的毛病啊！得一的毛病，如果你若不治的道理啊，我即马跟好好来修定啊，和我这个五脏六腑恢复正常，病都无了啊！中医用药物甲你治病啊，效果只有三成，改变心态爱占七成。 啊，如果怎样改变心态啊？搁再用一点啊医药来做补助啊，对这个疾病啊非常有效果啊。那么这也是根据这个佛经、南法啦，一切法从心上生啊。啊，跟这些的心态啊息息相关啊。心调整的过来。 这个心都好条件啊，那么印光祖师在文钞嘛是给大家开示啊，讲咱心哪无贪、兼、痴，慢、疑，这烦恼啊，啊不贪不兼不欺，这是属属善业。咱、啊、身体有病啊，啊无什么危险，啊骨卡当的病啊无什么危险，真好治疗。 啊，上派的都是这烦恼病啊，这贪进痴，这这真麻烦。啊，这个这个问题较严重。啊，身体病啊，各较严重的病啊，都无法度降治啊，只要你这个心病治好，啊，这个心的病啊，都真简单。 啊，这个身病啊，治袂好啊，这个身体一点仔小毛病嘛，真歹治疗，定点毛毛病，定定遮袂好势，定定遐袂好势。啊，咱即马点啊，啊，咱周围的人啊，啊，包括家己啊，点点这道袂多好，迄道袂多好啊。那那么咱，都爱想着福在今上，给咱开始。 啊，为心那个调整啊，安尼心诶病啊，都真好治疗啊。迄、那个心态若转变袂过来，心病无治好好干若为心体直直治啊。今日治有较好，明仔载又开始啊。啊，即我家己啊，过去即个经验真多啊，临边。 食药啊，食食口，啊，阁几天啊，又阁另外一方面毛病又阁出现啦、啊。啊，常常的加药啊，啊，啊，药啊，加毋、就是变愈来愈少，是愈来愈侪。啊，那么学佛之后啊，慢慢了解，啊，这个心态无转变啊，可能一直加药啊嘛无效。 所以修心为要。那么在东调时代啊，这个禅宗的宗师九头是堪和尚啊，有老骂心，迄个骂心啊，得你不这么阿爹啊，又一片这个心有恨啊，叫做无罪大师心有 这个风潮啊，啊，过去早年啊，大概四十年前啊，这个咱敬老和尚啊，以前都印出来结缘啊，什么真久无缘啊，啊、嗯，这咱也才印出些结缘啊，这无罪大师心有恨啊，啊、嗯，咱下当来学习啊，对咱这边啊，都真多来帮助。 啊，非常有效！啊，所以佛净的圆满的果觉啊，这就是圆满的回归自信啊。把这个来教化众生，帮助众生，这是祝福修行境界啊。这句话就是明辨在此地跟人讲：一切祝福拢是念阿弥陀佛,佛的无例外。 啊，那么这句话，你相信吗？啊，咱啊常常听起来，敢若未啥了解啊。家属桃花言经五十三参第一参参吉祥魂 BQ 啊，第五十三参。 参即个普贤菩萨啊，那么吉祥坤 BQ 甲善财童子共二十一种念佛法门。啊，那么家属讲出来了，但是伊想想诶，也无透铁，为虾米？以前迄个时候啊，也无行到即个境界啊，可是伊有讲出来啊，二十一种念佛法门。 包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所说的法门，一点开，文文拢是念佛法门。啊，打开法门拢是念佛法门。啊，古代的讲的没错，每一个法门拢是念佛法门。啊，这是为公义来讲。啊，为。 公益这方面来讲，啊，那是为结义即方面来讲，啊，念阿弥陀佛即个法门直接了当、稳动快速、容易成功，究竟圆满诶骨干，为佛依佛能究竟，究竟，是彻底明了。 圣上理事因果，甲幸福你才明了。啊，菩萨也不用。啊，菩萨对即个事情，伊所会当了解。菩萨经常有一个譬喻叫“戒罗盲月”，如是什么？如盲啊，些真色啊，真油诶迄个。 玲珑陡端，金色啊！刚才咱去的砂汤啊，金色。咱起码看的砂汤啊，真粗啊，真碧色，透明的啊。刚才像这个沙港块，打人工砂汤啊，金色季节砂汤，透明啊，必须得咱看的砂汤发色。 啊，那么咱沙滩啊，咱即马拢躺在沙滩，沙滩咱来看外面月亮，咱嘛看清楚啊。啊，但伊个沙呢，比迄个沙滩更较微细，更较透明。啊，那么你隔着即层的沙，也当看着外面，看着迄个天顶的月亮。啊，即马看个真明显啊。 啊，那么佛经这个譬如讲，这就是菩萨啊，对这个法门啊，伊也当理解。所以讲非救解自力啊，救法界特别用这个自力，自力就讲自己能力啦。 啊！而且，即个、即即个问题啊，咱要看清楚啊。讲非修改自立，自己的能力啊，修法界啊，在众生自己的能力啊。如果跌幅加持，你零心零界啊，自己的能力达不到啊。但是啊，忽略甲咱加持，咱买当相信啊，咱买当理解。 啊，咱即码会当相信，会当理解呢，不是靠咱诶自律，啊，是靠户的甲咱加持。啊，咱悟到即个法门啊，你就要相信。啊，你听了后啊，才了解。无活力诶加持并自律。啊，你决定无办法了解，你也未相信。为什么呢？啊，那姑且真简单诶来来讲。 啊！汝凭什么相信？啊，过去都人百家问去啊！法师，你得讲西方极乐世界，汝敢么看？啊！啊！我会记得十几年前啊，在三中分校过啊，一个高中诶学生啊，听我讲经啊，除了阮，来是讲台语的啊。听完啦，著问我这句诶。那即句话真普遍嘛？ 啊，那么让买当退回啊！啊，伊毋相信啊，啊，为什么毋相信呢、啊？迄著无看着啊！啊，听经典啊，不在经典咧讲啊，伊无法通相信，啊伊嘛无法通了解。啊，那么这是真正常诶代志嘛？ 那么咱今日咱听到拄着，咱近年啊，也咱要相信，咱无看到咱还相信啊。听佛在经典讲的祖個，诸事待定，这注解，咱也当理解。凭什么？毋是凭咱诶能力啊，凭佛力加持啊，而且五位大师讲诶，一点嘛都无过分。 那么，即里头也透一个信息，互咱。咱今日对这个法文灵性灵解，也都要精修啊。你就是想不得一利的加持啊，你那么真正去修啊，你也是得不到福利加持，做不到、啊、咱今日悟到这个法文，就是以佛悠言 这叫有感啊！咱想要学啊，咱想要来学习这个正统法门，这都是叫做感啊。咱有这个念头啊，有这个心愿要来学习，这都是感啊。咱有感，福德有应，有回应，阿弥呐，福德大起来。 啊，有想要下干嘛？啊，佛陀来帮助咱加持，啊，帮帮助咱增长信心，帮助咱会当理解，帮助咱修行正果。啊，到临命终诶时，佛来接引，迄著是净，净著是净学。啊，即、這个。 结果了，啊，佛经讲的啊，这个结果啊，佛开始来接引，啊，正是这个好果，啊，善盖行境在一生当中完成啊，啊，有我啊，这也是弥陀经要盖里面讲的话，割此体，啊，体是啥物？体是法盖体。 就是诸性，华严梵文观内面所讲的“诸性清净万明体”，就是这个。现受国师即句话，甲经常讲的：“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”啊，是即句话，是讲一个意思。诸性清净万明。 讲了三件大事，这三件大事，发心发志解脱，明是智慧，清净是德行，圆满是相好，诸生清净完明体，发心发志解脱，性德全部包含在内头。 作弥陀心土，啊弥陀心情发心，弥陀所给的国土叫做净土，啊发界体就是诸佛，啊心土拢是圣德自然的流落，福经相共法念如是，一直各此体作弥陀名号。 即个诶称呼就是阿弥陀佛，是故弥陀名号即众生本觉理性，啊，本觉就是诸生本具诶法界智慧，理是理性，理诶作用是思，性诶作用是想，性雄理殊。 是众生自性内头本机，的，不是从外头来。这是说明阿弥陀佛平和与一切众生诶关系。阿弥陀佛毋是别人，真诶是自己。啊，这未使误毋着，家、啊、己本来就是佛啦、啊。花言经语，佛讲了偌最次。 自己本来是佛，现在念阿弥陀佛，都是要成佛啊！你想想诶，灵不成佛吗？自己本来是佛啊，现在我要来做佛啊，念佛就是要做佛，啊，你难道会再怀疑？啊，这是引用弥陀要盖顶边的两段话。 啊，来给人说明。一面五老居师讲：可见此经实是大悲诸佛如来世尊清净极淡。即、这个经实实在在是大慈悲佛，就是阿弥陀佛。西方极乐世界即尊佛，如来世尊，这是佛的十种德号。 如来是甚么意思？金刚经上讲得真好，如来者，诸法如意。即句话讲得好。一切法一切法拢是自性变的。一切法相如其法相，就假咱按你讲，一切法相皆是自性，按得较好办。咱自性在哪里？任何一法拢是。 所以中文第七第五人做事都堪严味、测严味。啊，主性在哪里？啊，随便你一发东西，啊，凈晒睇几行东西。啊，佛法该如，无又一发不如啊！啊，凡性差别就在别我，我人角落，千夫破碎。 没人不敢，毋知影，这一切法是自性，所以称伊做凡夫。不离法门来明讲，凡性不离是真诶啊，这甲你讲真话，心佛不离，众生甲佛是一，毋是二。这拢甲你讲真话，啊，你毋承认、毋敢当还是什么？你迷咯啊，你毋知影事实真相，啊，什么时候你一讲哦。 啊，原来当下就是什么问题拢解决咯？啊，所以即个经是世尊清净极淡啊，极是比较相悬诶顶点啊。咱、嗯、今日所讲诶，最高峰无比，即个更较悬，究竟圆满无比，即个更较圆满啊。即部经是真诶，毋是假。诸佛秘藏啊，即、这个秘毋是秘密。 是亲笔啊，业力太亲，力数拢太亲，无容易了解啊。这称为币种啊。这是讲是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在无边这世界诸佛世界啊，诸佛世界是法界，六道来头教化众生，刚经说法，教化众生，诸佛。 币种、势力是这个意思。好，今日的时间到啊，啊，那么咱就给大家报告个一段啊。下面啊，诶，演戏啊，咱一集啊，这个继续向大家来报告。多谢大家收看啊，祝大家法喜充发，阿弥陀佛。